好，来看一下题目吧。第一个问你说谁是对的，那有些他的错的原因可能是根本就完全错，他问你那你给他盖啊，或者是呢那个架数不太对，应该是 CuO， 你写 CuO2， 总之他会不对啊。第一个硫酸钠应该这样写，那这个叫做硝酸钠，硝酸钠而且还不对，硝酸根是负一，钠是正一，所以它只要几个，一个钠就可以了，所以它应该是 NaNO3 啊，所以它哎呀这个也不对，这硝酸钠也不是我的硫酸钠，氢氧化钠它给的是谁啊？氢氧化钙，是这个是对的，这叫氢氧化钙是对的，可是它不叫做氢氧化钠，所以错。二氧化硫是长这样，这个错就多了。第一个，这个是锰，这个就不是硫。第二个，氧应该写在后面，氧该写后面，就错就多了，所以完全都不对。所以呢 ，A、B、C 都是错的，只有谁对呢？只有 C 是对的，氧化铜 CuO，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 C， 答案就选 C，OK，OK、OK? OK、吗？好，下一个。请问你谁对谁是对的啊？谁是对的？我们找俊男美女，先找俊男好，先找俊男，俊男叫做31号俊男，答案猪，你答案选的叫猪。硫酸钠这个不对，硫酸根是 SO4， 这个叫做硫代硫酸根，这不叫，这叫硫代硫酸钠，不是硫酸钠。铬酸钾这个叫做二铬酸钾，铬酸钾是 CrO4， 错，不是。氯化铵，铵是 NH4， 他写 NH3， 所以错，完全写错，就是他给的就是不对了，给的就不对了，所以他是错的。所以答案是猪，氢氧化钙刚刚讲过，氢氧化钙是对的 ，OK？ 啊，这里叫臭啊，还有告诉你阳离子跟阴离子就可以臭啊，刚刚讲过什么臭？正价数要等于负价数，还有次序啊，什么金属在前，非金属在后啊，然后我们刚才没有，可能没有跟你特别讲啊，根通常都写在后面嘛，根当作叫做非金属，只有个例外叫氨根。氨根，氨根金字边嘛，所以当金属写在前面，这样子来抽一抽之后，谁是对的、啊？谁是对的、啊？来，帅哥问完了就要换美女了，美女叫做 11， 十一号，哎，昨天也问到你嘛，今天问到你 ，OK， 来 C 啊、哦，你选 C， 你坐下。氯化镁基本上 Cl2 对 ，Mg 也对，可是金属在前，非金属在后，应该是 MgCl2。硫酸铵错哪里？铵根这里告诉你是正一，硫酸根负二，所以要两个铵根，所以 NH4 要两个，然后去配硫酸叫硫酸铵。然后呢，硝酸镁第一个应该硝酸根要在后面，镁要在前面，同时镁是二正，硝酸根是一负，所以硝酸根要两个，所以是 Mg 要硝酸根刮弧起来要两个，这样才叫做硝酸镁，所以只有 C 选项碳酸钠是对的，这就是跟你讲要我们会写我们的分子式，记得价数要一样多哦，啊，记得谁要写前面谁要写后面，然后剩下就是你要给问的是碳酸钠，你就不要给我一个硝酸根，这样就不对，就是我们的做法 ，OK。